我是杨慧平，爱听故事的小朋友、大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杨慧平讲故事。慧平要讲的故事是迄个杨慧平，迄个杨慧平。杨慧平音声工作室制作，做什么行业？总是同款伫咧雕刻石头。最近第一摆甲尾牙当作是雕刻木盘的主题，咖啡店的经营伫咧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结束营业了后。一直到今嘛，拢是朋友讲要爱咖啡豆啊，也是礼泡式的西瓜包。阮家插杯咖啡豆啊，用起来。有时阵朋友嘛会含阮约好地址来厝内，那欣赏装修的石雕作品，那啉咖啡。这两年我倒转去幼儿园。和囡仔做伙生活，迄段日子，我因为教室的需要，开始练习做实木家具。目前嘛会接实木家具的订单。音声工作室是慧平伫咧探索声音甲人的音声、放影片的频道，主要。有读诵经典、诗、词、曲、吟唱和讲故事的影片。故事到这，过一段落。迄个杨慧平，多谢大家收听。